桌球？没错，你的任务呢，就是把他们都擦干净。我好歹也是酒店老板，豪门千金，你让我当文员当司机就算了，你现在还要我当保洁，我不干。合同第十二条，乙方需要无条件服从酒的。这算哪门子合同啊？分明就是卖身契，大不了你告我索赔，我不差钱。我知道你不差钱，但是到时候上了法庭之后，爱食酒店以假冒家具欺骗消费者的事情，那就藏不住。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讲点道德好不好？道德，道德只是弱者用来说服强者的工具。你，擦不擦？是不是我擦完就可以走？你那还没擦呢，擦完再说。我擦就是了。副总，会议时间到了，慢慢擦，加油。